带你看看一个个蒸笼里头传出的香气，打开竟是秋天的时令美味大闸蟹。这蟹黄红彤彤的排排放，一上桌扒开，这里头黄澄澄的蟹黄满溢出来，让人看得口水直流。嗯，好吃。因为我们是素养哈，所以也是长得很好，它味道也很棒。对，所以希望这个开卖以后，我们游客有经过苗栗，多多到苗栗来品尝一下。哦，很棒。对，哎，这个蟹膏又多又黄又甜，真的。各个吃的是赞不绝口。苗栗县这几年养殖大闸蟹有成，以绿色生态输养方式，收成率达到30%以上。一只4两多的大闸蟹，公蟹价格大约500元，母蟹550元，5两多的700元，越大只越难得，当然越值钱。业者指出，今年大闸蟹长得好，青背、白肚、金爪、黄毛，养殖提高了品质，但大部分的价格维持不变。希望让大闸蟹成为时令的平民美食，吃到简单的鲜美，享受简单的幸福。